凭什么要我们替他想？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？你爸杀人坐牢吗？你爸打你长大吗？你爹妈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？俺迄囡仔唔拉，不过俺无了解，提防做得狗眼啊！无办法啦，气干性做较好就好啦。小姐，来拿衣服哦，你刚搬来的吼、哦。